啊，现在才开始啊，正式开始啊！这边跟我们本片一样，我们本片一开始就是到未来工具研究所去嘛。历史曲线的碑文。さあ、岡部さん、リラックスしてください。临床心理师，我怎么去看医生了？あなたは私の声を架け橋として過去へと降りていきます。ど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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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りていって、やがて柔らかい色をした光が見えてきます。我做了个梦，是个白日梦。我对自己委身在偌大的沙发上，正在接受心理治疗的事有所自觉。我尽可能将心情保持平静，依照临床心理师的指示，去想象他说出来的景象。その光は何色に見えますか？赤ですか。なるほど。その光の中にあなたの大切な人が立っています。その人はあなたの家族でしょうか？いや。では友人、それとも恋人？恋人。いや、恋人じゃない。友人ですらない。ではどういう？俺とあいつは。我脑里涌现了各式各样的回忆。ちょっと来てくれませんか？岡部さん、俺が刺した。俺がいいですか？私があなたの肩を叩きます。それを合図に意識がはっきりしてきますから。3、2、1、はい。我慢慢撑起靠在沙发上的身体，途中我感到一阵晕眩，差点就要往前倒。大丈夫ですか？少し休んでいてください。今タオルを持ってきますから。我这才发现我满身是汗，室内的冷气运作并没有出问题，看来这肯定不是因为炎热而出的汗。压力很大，终究轮太郎还是需要靠这些药物，靠这些医生。这是我还是第一次体验心理治疗中的催眠疗法，但感觉身体异常的沉重。29日，我出了诊所后，时代的街道已经夜幕低垂，临近12月来的风
你变得相当寒冷。どうだった？オカリン。用温柔的声音关心我的是罪名正有理。这个女高中生是我的青梅竹马，她今天特地来陪我治疗。虽然我跟她说没有必要，但她还是从学校早退来陪我。我总是让她操心了。大约在三个月前，我耗费了自己的命运，只为了拯救在我眼前这个呆呆的青梅竹马。正有理对我而言，这位必须要一直守护的存在。但是现在的我，却总是让正有理操心。是谁这么不会看空气，这个时候传讯息过来？一定是达鲁。阿玛迪斯直接装到我的手机里来。啊，淋雨，这样有空吗？让我拒绝，没问题啊，淋雨，我绝对不能拒绝淋雨的啊，淋雨都是在讲正事的。那个啊，这跟我爸妈的事有关，我该怎么办啊？怎么办？你指的是什么？再这样下去，感觉他们不管拖再久都不会在一起吧？啊，居然在担心这个？不会啦，事业线收束，他们一定会在一起的。对，我们还是需要帮他们一下，凑合他们一下，我可以想点办法。这种事我怎么可能有办法嘛？说的也是呢。师叔，他现在到底住在哪里啊？现在11月了，就这样轻易接受这个说法，真的是有点伤人。因为叔叔，你这方面好像不太行哎。怎样？啊，就这样子啊、哦？我不能想一些馊主意然后去做吗？阿玛迪斯，我现在不能开了，还是不能随意打开的，只有重要事情的时候才可以开。我这次也是因为被真由里强力推荐才来接受治疗的。まあ、大したことないってさ。我为了让他安心。只好撒了一点谎，是说现在明明才过了几个月而已，这马里怎么看起来成熟了很多啊？他以前胸部这么大吗？记上，因为我的心灵创伤太严重，最早强行中断催眠疗法，目前只好先进行心理辅导跟药物控制来观察病情。也就是说，我的状况只能采取服药的对症疗法，等待自然痊愈。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对策了。而昨天真凡让我见到了他，是否对我造成影响？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我在接受治疗时，并没有向心理师透露时光机、世界线，还有其他相关的诸多事情，因此他也无从判断我的病情，也说不定。不管怎么说，我决定不再去胡思乱想了。那マユリ。夕飯これからだろう。何か食べに行くか。ああ、それなら秋葉原に行ってもルカ君とフェリスちゃんがね、久々にオカリンに会いたいって。秋葉原吗？哇，这个景象。这张 CG 图，既视感好重啊！不到夏天为止，几乎每天都会来秋叶原，不如说我几乎就像住在秋叶原里了。但是最近，一周来个三次就算频繁了。就算有来，也只是在大学下课后顺道绕过去买东西罢了。这里跟池袋一样，距离圣诞节还有一个多月，街上都是圣诞节的摆饰。到了12月。整条街都会一口气洋溢着圣诞气息吧。不久之后也会出现穿着圣诞衣的女仆。秋葉原でチラシを配るサンタ服を着たメイドか。共同字面上来看太神秘了。啊，フェリスちゃんとルカ君だ。でってる。哇，好久没听到这一句了。他怎么穿这样子啊？而且留花子把头发留长了。他真的是，真的是没有什么男性特征呢。岡部さん、マユリちゃん。那到底是变音了没有啊？还是说他已经变音过了，然后现在是这种声音？
而且他的发夹好像换颜色了，以前好像不是这个吧，我还记得那个骷髅头，但是以前好像不是红色。哎，神色的乌男。哇，大庭广众之下你在做什么？毫不犹豫抱住我的人是菲利斯喵喵。虽然我知道女仆菲利斯的本名，但他本人吵着说私底下也要叫他菲利斯。他今天跟以往一样，穿着他上班地点 MainQ 娘娘的那间女仆咖啡店的女仆装。最近会不会也把他换成圣诞衣呢？やめろよ、みんな見てるだろ。虽然我想把他推开，但他死不肯放开我，把他头上毛毛挑过来了。其实在本片里面跟菲利斯的结局那种完全全全新的世界其实也还算不错啦。对，而且对方又是菲利斯。よくない。あと今日って言うのもやめてくれって。但是我们跟马友里跟红利希走过了这么一段，那些回忆啊你不可以说丢就丢掉啊，那些人过去的那些回忆那些体验你保留的完整才是真正完形的人生啊。啊，至少我是这样子啦。对，我觉得各种体验虽然有时候乍看之下好像你觉得他也很吸引你，但是他对你没有那些回忆加分啊，那些回忆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现在还有人会叫我凤凰玉胸针吗？看起来一脸不满，但我决定不去理会他。哇，他这个表情，他好像比以前更萌嘞！这新的画风我比较喜欢。对我而言，凤凰玉胸针是一个已经被我封印的存在 ，Onyq 嘛，是已经被我抹消的存在。因为他对时光机这项禁忌的发明出手，才遭到掌控这个世界系统的报复。他践踏了无数人的想法，失去了重要的人，连他自己的心里也受了重伤。不能让他再次觉醒。心里的这种说法，这 OS 还是很中二啊。对我而言，已经没有必要了。现在要当一个正常人生活下去。オカベ。菲利斯。マユシーが言うならこれからそう呼ぶにゃ。なんだか違和感あるけど。刘花子，久しぶりだな。是说我还蛮想要趁这个林的故事，知道说达鲁到底后来怎么放弃菲利斯的。难道说他单纯只是因为遇到游记，然后就直接爱上，看到就爱上，移情别恋了吗？刘花子，他脖子上的那个蝴蝶结也太奇怪了吧。哇，一脸开心的微笑着，而且怎么这么女性的动作啊，你看他的身材，他那个曲线也太好了吧。但是跟以前一样像个女孩般恋恋爱。等一下，贝塔世界线的他是女生对吧？刘花子不是男生吧？你是男的吧？一个谎神又把他看成女生了。但是他是男的。但是真有理的同学，家里是老家是柳林神社，常常可以看到他在里面帮忙。其实我也不应该称呼他的刘华子吧，他这样都会自己性别错乱。就像我叫菲利斯，不要叫我胸针是一样的原因。他有一个七元刘华的名字，事到如今才会改名字，感觉很难为情啊。而且也不用吧，因为你突然。以他的个性，你突然叫他刘华，他会意识到说是不是我对他的态度转变了、改变了，不是单纯的想要把过去记忆抛掉而已，而觉得说我把他当成男孩子看待，他会觉得自己没机会这样。なんだかとても懐かしいような気がします。啊，对啊。僕時々ラボに顔を出すんですけど、岡部さん。最近あまり来ていませんよね。所以现在那边的房租到底谁在缴啊？那个博朗大叔到底是跟谁收房租啊？大学のゼミが忙しいんだ。ATF の準備もあったしな。但那个准备就算结束了，接下来还有甄凡以及
雷金斯涅教授的事，以及阿玛迪斯的事，完全没有闲下的余力啊。啊，我不跟他们讲哦。阿朵，这样也好了，不要把他们卷入进来。今天我也参加了社团活动，真的是现充哎。不明飞行物跟不明生物，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人啊？我不是凉宫春日。话说回来，我还没跟他们说过吗？我记得好像有跟真由里说啊。テニスサークルだ。啊？运动社团？伦太郎真的是换了一个人呢、欸。过得这么正常，这么健康，打扮的也没有那么颓废了，然后讲话语气也都变了，也变得很有礼貌。他们不仅扬声大喊出来，那作为路过人以为发生什么事情，朝这边看。新鲜的決まっているだろう。我当然是初学者，别跟我这样，我可是超不擅长运动的。可是长跑的话，有自信会输给真由里的。那时候逃跑的时候，真由里跑得比我快。話せば長くなる。大学のゼミの准教授がテニスサークルの顧問なんだ。それで勧誘された。一つも長くないにゃ。いや、聞けって。相手は一応世話になっている人だし。顾教授，这其实是一个交易吧，伦太郎。为了获得好感，然后你就加入了。そうしたら、なんと俺にはテニスの才能があるらしくてな。真的假的？贝塔世界线的冈部很适合打网球。どうだ、大したもんだろ。六花子，你干嘛脸红啊？こんなことならプロテニスプレイヤーを目指しておけばよかったかな。目指せウィンブルドン。ベイズ很看不惯啊，因为难得有一个跟他玩的这么起劲的人，现在突然换了一个人格似的。どうしたフェイリス？どこからどう突っ込めばいいのやら。对啊，这是陷阱吧？サークルの会員数を増やすため。はっきり言うなよ。俺も薄々そうじゃないかと思ってたけど、でもみんないい人ばっかりなんだぞ。じゃあサークルの練習が忙しいんですね。ん？ああいや、練習はあんまりしてない。没在练习。都在吃吃喝喝。じゃあ一体何してるの？合コンとか。あ。刚不会去参加联谊？そんなに驚くことないだろう。俺だって普通の大学生な。そうですよね。すみません。でも、刘花子开始担心了，觉得会被别人抢走。可这种事情就是你改变了做法，但是刚不的那个心概是没变啦，就是处事方法变了。是不是想说些什么样子？他吃醋了吗？フェイリスというものがありながら、他の女の子たちと楽しく勘違いするなよ。俺は女の子なんか別に。我是为了男孩子去的，实际上我只是配合社团人去罢了。我拿了一个临时现充的称号哎。其实真相是我本来就跟那些货真价实的现充聊不来，在那些光鲜亮丽的男女面前，只是不停的感到困惑罢了。对我而言。真是太过有勇无谋的挑战了，这件事情就不要告诉他们了。いいな、マユシもオカリンと合コンしたいのです。他真的好软哦，讲话慢慢的，然后看起来也软软的。啊，真有理他？他已经到了对这种事情有兴趣的年龄了吗？哇，这不就跟我们之前未来工具研究所的时候一样吗？大家聚在一起烤肉，一起吃披萨，一起煮东西，这样。看起来是我想太多了，你还是想吃东西啊？間違ってはいないけど、場所はラボでいいか。
刚按太快，不小心按过去了。刚好先讲到说，最好办在拉波那个未来工具研究所那里。淋雨吗？八万英淋雨。另一个名字是约翰提托。这边算是给前面这些部分，就是给很久没有玩命运石之门的，或者已经忘记剧情的，或者新手一点人物介绍啦。从2036年过来的时间旅行者，他和现在已经放弃拼命战斗的我相反，努力的为未来而战斗着。这个货真价实的战士，从夏天以来就没有怎么样好好的见过他了。是说那台时光机就一直放在上面吗？他藏到哪边去了？是我一直在避开跟他见面。我现在变得不太去研究所，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现在正寄宿在那里哦。而且更重要的是，直到一个月前左右，不知道听到淋雨的名字，闪回症状就会发作。我光是要承受这个已经接近全力了。闪回症状是像既视感那种感觉吗？心灵创伤压力症状哦，会突发性的回忆起当时体验记忆的心理现象，可能会有心悸或手脚发抖。嗯，难怪我要一直避着他，这也没办法，这直接是生理反应了。从那之后过了三个月，终于好转到即便听到他的名字，症状也不会再发作了。但如果是见到他，我没有自信我还可以保有冷静。当然这并不是他的错，我也没有一招归咎于他，所以我也希望淋雨不要责怪我。虽然他并没有明言责怪我，但我只要看到他那锐利的眼神，就会确切的感受到如同罪恶般干的感觉。这种感受我们都懂了。气氛超怪。マユシね、ダル君と一緒に考えてるオペレーション。嗯，感觉像以前的我似的。说起来，以前我也这么过为淋雨准备这种派对，哎，这种作战。就你这家伙冷不防的说了什么、啊、不对，这应该不是临时起意的，这家伙说不定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所以我决定尽可能的保持开朗的模样回应他。聞かせてくれよ、マユリ。这个时候反而觉得很驚啊，这种口气。不是刚好吧？是淋雨一直在监视，在偷偷跟踪着我们这几个人吧？嘿，初耳だな。こんなこと当たり前だから、誰にも言うなって。嗯。あ、言っちゃいましたけど。そっか。哇，那一周跟他们去骑脚踏车，阿帕事业线的淋雨。所以无论何时都以笑脸示人，总是飒爽的骑着登山车兜风的开朗女孩。与此相比，这个事业线的淋雨是一个不太会经常露出笑脸给大家看的类型。这是被淋雨的身世所影响的，这是我从达鲁那边听来的。以第三次世界大战为契机，政府制定了全民皆兵的制度，听说因为这样让淋雨从国中起就开始接受了军事训练的样子。不仅如此，在那之后，和时光机有关的反对势力也加入其中，让淋雨深陷更激烈的斗争之中。因为这件事情的影响，使得淋雨再也无法打从心里露出笑容了。
飞碟现在就被卡在这个年代。圣诞派对。クリスマスパーティー。もうすぐクリスマスでしょ。スズさんね、そういうパーティーを。あ、那个年代也没有圣诞节了吧？スズさんにそれをプレゼントしようと思ってるんだ。ん？その話乗ったにゃ。僕も。ありがとう。してくれる？そうだな。9月25日吗？俺はともかく、鈴葉が嫌がるんじゃないか。我不会再次回到过去了。至今我仍然无法忘怀我当时说出这句话时，林宇所露出的表情，那是充满了愤怒、绝望的表情。可是你刚才在跟他在那边传讯息耶，应该还好吧？你们还在传讯息啊？对他而言，应该是紧紧抓住最后希望，从眼前消失的感觉吧。他那时对我说的话，至今仍像锐刺般扎在我的心中。スズハは俺を嫌ってるし。マユシーはそうは思わないよ。スズさんはね、オカリンを怒っちゃったこと後悔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这世界就是这样子哦，常常自己认为说对方讨厌自己，然后就避而不见，然后就很可惜啊，真的。那其实对方早就认为说，与其生你的气，就算他真的是曾经生过气好了，但是他也早就变成说，与其生你的气，不如觉得见一面。更胜过于生气，之前的事情都过去了，都可以看得开了。林宇不是一个计较这种小细节的人的。その気持ちを素直に言えないんだと思うのです。そうだろうか。嗯，きっとそうだよ。只有你都把话说成这样了，一直想拒绝，也拒绝不了吧。わかった。少し考えてみるよ。あのところで岡部さん、ん？診察はどうでしたか？每个人都知道我去心理治疗，他们今天特地透过真由里说想要见面，应该也是因为很在意我的诊查结果吧。让柳花子哦，菲利斯担心了。菲利斯看起来一点都不担心了。虽然在这个世界线上，这两个人并不是 Love Man， 但毫无疑问的，也是我不可或缺的伙伴。催眠療法というのは初体験だったが、なかなか興味深かったな。俺は今まで催眠術なんかにはかからないと思ってたよ。驚いた。かかっちゃったんですか？見事にな。完美的中了，那种感觉你大概可以想象成，就是你意识在模糊的阶段，就是在你快睡着那个阶段，那种感觉，你还是可以思考，但是你就是觉得，飘飘然，很茫茫，很茫然那种感觉。与其说你真的被引导想出了什么东西，不如说他的任何言行举止都会让你产生实际上那种感觉。哦，那是因为身体机能已经慢慢的太过放松下来了，造成的那种错觉。但是巫女嘛，巫女还是要接受这种训练的吧？確かに、速攻でやられるだろうな。他的个性，不懂得就怀疑他人。好了，一直待在这边长谈也不是办法。正好肚子也饿了，去找一间店吧。那，お前たち何が食べたい？你有钱吗？おごるぞ。
前往有都巴西的方向走去。那里的街道也有很多餐饮店，正好可以去看看要吃什么。最后你最喜欢吃炸鸡了，多汁炸鸡块 No.1。 我走在一起同行的三人后面，突然脑海中思考着，如果红利器也在这里的话，诶，我这时候可以点它，到底可不可以？应该是脑科学研究所那一台没有开机，我是没办法跟它连上的样子。